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情人节，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爱最爱我们的，除了我们的配偶亲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最爱我们的。这首诗歌，这个作者叫 Harry Clark，Harry Clark 长得很英俊，很可爱，但是他的少年却是很甘苦，他很小就失去父母了。住在孤儿院，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呢，他就从孤儿院逃出来，逃出来之后呢，他就去海上船上工作，工作了10年，然后后来有一个弟兄帮助他，他是本来是威尔士人，然后帮助他就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之后，他要辗转又去了加拿大，然后从加拿大呢又辗转到了美国，最后呢他。因为信主就在美国布里神学院那边读书，他就那边毕业。那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很会写诗歌的那他后来毕业没多久，他就参加 Billy Sunday 的那个布道团Billy Sunday 是一个上一个世纪还有两个世纪的18、19世纪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比利森德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的他是本来是打足球打那个棒球的，后来呢就因为就帮助那个信了主之后，他就慢慢就在教会里面帮手，然后慢慢就成为一个布道家。那后来这个 Harry Clark 也跟他在一起了，所以这首诗其实在1842几年写的。那是写的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的这个 Harry Clark 就慢慢自己就开始自己成立布道团了，他自己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他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人了。所以这首诗歌呢，其实里面讲的很简单，诗歌内容刚刚我们只听到副歌，进入我心，进入我心了，进入我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进入我心，耶稣。这首诗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愿意主在一起经历一个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一直想主啊，我们的心常常被自己占满，或者被世界所充满，但是呢，这里就想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边有三段，第一段说现在进来，我们就说我们现在祷告会了，我们也可以在这时候，主啊，现在就进到我心里面。但的确，主耶稣本来就进到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愿意给他完全占有。然后第二段呢，就讲进入我心里面居住，就是一直在我里面，不是偶尔在里面，不是在主日的时候，不是在灵修的时候，而是常常的。最后呢，第三节说完全管理我的心，进到我里面干什么呢？那是真的是我愿我只是的心被主所掌管了。所以这首诗歌很美，而且就很简单那我看到这里就想到我们这里讲到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3:17他说手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这里讲到因着信，所以耶稣就进到我们心里面了。以弗所书3:16-19其实讲到圣子、圣灵、耶稣圣子还有父神三样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中间的关系那这是保罗为以弗所的祷告第二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为了信徒祷告。第一个是让信徒的心里面有圣灵在里面，使我们里面的人 inner person， 我们好像一个人还有内心深处这个人叫 inner person 刚强起来。然后第二点呢，说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目的是什么呢？最重要是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但是这个翻译可能更准确的就是我们扎根在基督的爱里面，就像我们一棵树现在 发芽了，但是必须下面有泥土、有营养、有水分，所以这个爱就是我们增长的、我们扎根的、建基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不管房子的建造或者植物的生长，都要有足够的营养，这个营养栽培我们的就是主基督的爱了。所以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增长。那增长我们这个爱是什么呢？它第一个是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那第二个又讲到这个爱是不可测度，
所以这边都讲到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情人节昨天，我们可今天特别是想到基督跟我们的爱，这个爱就是基督在我里面啊，然后呢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爱长阔高深，但是到一个地步又不可以测度，这是大的不得了，因为长阔高深是一个量衡量有多大啊，多深。那这边其实就讲到深到一个地步，当我们去理解的话，我们是测不透的啊。最后来讲了父神对我们的爱了，是让我们能够被他一切的丰盛所充满。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是讲到我们基督会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信啊，基督住在里面。那进到我们里面干什么呢？使我们在爱中增长，怎么样扎根，怎么样建造，这就是第三章十七节啊，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了。所以我们因此在看这首诗歌呢，我们就可以更多了解了啊。第一段就说进入我的心里面，亲爱的耶稣啊，进到我心里面啊，我的心灵疲乏困倦，现在就求你进来啊。第二段呢就是我在路上我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重担，那求主进到我心里面帮助我。第三段呢就是你进来之后光照我，洁净我，充满我，然后管理我的一生啊。所以我们可以唱一唱这首诗歌很好听的。Yeah.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多么的盼望不止现在进来啊，永远的进来，在我们的心中居住，掌管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不管是在高山，在低谷，在死荫的幽谷，在灿烂的黄光之下，我们都愿意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与你相亲相密啊。我们啊，但愿你进到我们的园子里面来啊，欣赏我们结出的果子，也帮助我们结更多的果子。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让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